今天我来教大家画一个雷锋简笔画。首先画出雷锋的脸蛋，在上面画出他的雷锋帽，帽子需要画出立体感哦，两边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大耳朵。然后我们给雷锋画出五官，大大的眼睛，微笑的嘴巴。接下来我们画他的脖子跟领子，他的肩膀也就顺势画出来了。然后画出他肩上挂着的枪，枪上面画一些装饰，最后我们给他的帽子上加上五角星，这样一个可爱的雷锋简笔画就画好了。